小安，快点啊，去不去了你？妈妈，我去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我来了。今天我们要去吃烧烤。其实我已经馋半天了，因为今天是在户外吃烧烤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。我的英语作业还没有写呢，拿着去写去。这小孩就着急去吃去了。小松松，好，快点走吧，穿鞋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儿了，小孩进去了，我进不去了，被隔在外边了。这关门干嘛呀？啊，炉子已经在这儿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刚才差点给我关在外面，怎么办，小孩？看看，这是孩子的哥哥，跟着曲儿在这跳呢，挺嗨呀。放一个《本草纲目》。哎，行啊，可以跳《本草纲目》啊。你干啥去？练什么武功去？现在涵涵跟哥哥在跳《本草纲目》，前面还有姐姐在领舞。得跳起来呀！怎么这么笨啊？我给你跳转是吧？他们跳的对不对呀？对的话扣一，不对的扣二。我感觉你们好不对呀，得蹦起来，得蹦起来。炉子已经支上，开始烤了。这边是这种烤肉，两边一起来，尝好了。哦，哇，这还有小青菜、萝卜。俩人都要喝上了啊！涵涵跟姐姐俩，看看还有这么多没有烤的呢。来，串好了，串串。累死了，微微点子了。这是烤的金针蘑，尝一下。我妈都一点，我妈那金针自己都喝一咬，嘎吱嘎吱响。看涵涵吃的，嘴都倒不出来了。撒点油，哇，这烟好浓郁啊，看着有没有食欲。看这个大面包，金黄金黄的，就带这种签子的，特别好吃。还咬的酥酥脆脆的，我来一块尝。往帘是烤肉的话，来一块蒜。我发现就是蒜蒜都特别的有味儿。小韩一直在吃吃。现在我们天黑才回家呀，顺便拿了一些东西，还取了一些快递。现在快递终于通了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这些快递咱们明天再拆吧。拜拜。